好，咁啊，欢迎大家收睇收听咁啊，宏观经济啦，咁啊，今日咧就有啲特别嘅，OK 吓，我哋就actually 褪前咗一日做呢个录影嘅，系啦，出街嗰日咁啊，就7月14，不过好彩系新历啫，就唔系农历咁。哦，嗰个就系前特首嘅生日啦。啊，咁所以就今日就星期三晚啦，咁样啦吓，因为听日就，但系听晚就有啲事要做啦，咁样，咁所以就多谢两位拍档，即系帮忙啦吓，咁啊，褪前咗一日咁样录影咁样吓，咁啊就OK 好，咁啊跟住系咪使啊 Eddie 使唔使预告一下下个星期你有机会会系？可能缺席咁樣啊，都俾啲網友得個支持啊，即係雖然學你話齋，而家英國嗰邊嗰個航空嘅即係變數都好大啊。咁啊，即係有機會出差啦，咁啊去邊度得，暫時就唔講住啦。咁但係即係個即係會 update 大家啦。咁盡量，因為要翻翻嚟亞洲嘅，咁啊。但係就變哇！你咁樣講，我哋好多女網友好擔心喎、哦。你一間因為深入苦穴啦，咁樣搞啲咁嘅嘢一間。咁啊，去斯里蘭卡啦，因為即係斯里蘭卡個表現都幾差，咁即係可以做總統啊。係啊，即係我見啲人嚇入曬總統府啊、國會啊，都幾爽咁啊。插支旗就已經係當係自己國家，不過你要孭翻條債。咁啊，都幾開心啊！咁啊，好似～其實即係我見到個情況，其實都即係我有見到啲 YouTube 片啦，因為有啲香港 YouTuber 其實都咁巧，因為佢又 transit 過咗去即係 Sri Lanka， 咁啊好去唔去去 Sri Lanka 真係大鑊。咁啊，基本上成個國家咧入到去咧都係洗美金噶啦，冇人再信，即係個斯里蘭卡幣。咁啊，嗰位仁兄就入到去酒店之後咧。咁啊，嗰間其實已經係四五星級，即係我睇落去個樣子都靚仔。咁啊，但係 check in 嗰時候咧，跟住佢就話已經冇曬熱水，只得凍水。哦，OK， 大鑊啊！因為唔夠電力，唔夠電力冇辦法。唔知唔夠電定係唔夠煤定乜鬼啦？唉，好嚴苦啊！係啊，咁即係慘幾壯，夜晚可能涼涼地咁啊，度你唔知噶嘛咁。即係都幾大鑊，咁所以即係個情況都係幾差，咁啊同埋入咗去之後啊，跟住因為喺機場裏邊又係罷工，咁所以你冇 air traffic controller 又飛唔到，哇！即係走唔到喎，入咗去出唔翻嚟，流內曱甴屋真係大鑊，唉！所以即係大家要飛嘅時候咧，即係有時即係我諗我哋喺節目裏邊都講過啦，即係除咗 Sri Lanka 就第一，即係已經唔係第一個國家因為 inflation 或者一啲即係債務嘅情況導致到國家嗰個地方叫做變咗 fail state 啦。咁其實之前譬如變種即係政權變更就譬如 Pakistan 有啦，譬如係係啦，咁啊，所以其實都唔係第一個國家去 suffer。咁啊，我哋星期三做緊呢家錄影啦。咁啊，錄影之前其實就啱啱公布咗，即係引頸緊二代嘅一個即係美國方面嘅 CPI 嘅數字。咁啊，其實個數字咧都嚇人嘅。咁啊，已經去到我初時睇，喂，屌點解咁似英國個 CPI 數字 exact？ 直情係啦，exact 嘅。但有個小插曲喎，就係、是、咧，好似琴日咧有一份聲稱係 leak document 咧，即係搞到同一個正式公佈一模一樣。就話係超過十嘅，咁但係講又都係美國嘅，好似係個即係 Labor Bureau 嗰邊係出嚟澄清話冇件咁嘅事咁樣。咁啊正常，即係睇咗咁多年呢、這個即係、就是、美國嘅數字就好少咁大頭蝦無端端公布咗出嚟，比較些少啲啲嘅，即、就、係、是、有時可能真係 check 咁我冇辦法啦，但係機會比較細啲。咁啊，我冇磅水俾 Bloomberg 啦，咁啊雷總可能有，你有埋 terminal， 咁但係即係我。website 版佢都唔俾我入啦，咁啊純粹見到啲黑拉，咁大劑，係啊 ，Bloomberg 呢家好好咩噶，好識計數噶，你要咁現實啊真係。其實有個 hack 嘅、okay ，知唔知啊 ？Eddie， 你用嗰個 incognitive 嗰、那個，即係就嗰個追蹤唔到嗰個咧，你一開就開到。唔知你每日睇到幾多條係嘛？你呢、這個因為係啊，因為佢用 cookies， 你要 check 你即係每個月唔知睇幾多條噶嘛。你用嗰個嚟開咧，就會睇到。好好好，咁啊，多謝曬 IT 大人。咁啊，即係
咁啊，睇個標題黨先啦，都唔係呃人嘅啦。咁啊，去到個 9.1%， 咁啊，再細嘅即係 core 核心 CPI 數字都係超過預期。咁啊，一陣先再同大家講啦。嗯，係即係第一節都係即係輕描淡寫講講啲嘢先啦。咁啊，另外就係今日節目即係上個禮拜四我哋做直播啦，做完直播之後，其實星期五咧，我英國時間一起身嗰時候咧，一睇即係啲新聞嗰時候咧，我都係有少少唔相信對眼嘅，就係即係見到安倍就中槍，咁啊話入咗即係 ICU， 咁情況非常之嚴重，咁啊隔多幾個鐘喺英國時間咧，跟住佢就已經即係宣布就係即係過身啦，即係。冇辦法，因為即係中嘅槍嘅位置咧，其實都好近心臟，咁啊，好似動物都係都受影響，咁所以即係失血過多，同埋即係肺部同埋嗰時心臟啊等等性都係已經唔 function。咁你當開始冇乜血係泵入去個腦嘅時候咧，咁其實腦就好容易就算救得翻都係有機會植物人，咁啊，所以都好 sad。咁但係好似都捱到阿安倍嘅太太，即係都去得到，即係醫院可以叫做見到最後一面，咁都叫做即係好過即係完全見唔到啦。咁但係當然啦，尋日就好似安排咗一個即係私人嘅一個悼念嘅，同埋一個 funeral 嘅儀式啦。咁啊，最大新聞就係應該台灣嘅所謂台灣省嘅副總統咧，咁就即係就到達了即日本就去出席賴清德就出席了呢個 funeral 咁佢嘅地位仲高過即有啲即國會嘅議員喎，即唔需要排隊就可以入到去即見到即悼念下呢個安倍。咁啊嗰時相傳就係中國方面咧就係會派呢個國家副主席呢個黃岐山會過去。咁啊，但係我 search 過下，我唔知 K 見唔到。但我 search 過下咧，就好似見唔到有消息話黃岐山過去日本代表中國去出席呢個即喪禮咁，好似我就見唔到呢啲消息。嗰時有傳話，可能因為黃岐山都有個份量啦，咁啊可能都會過去。咁啊，你唔會 expect 習大大會過去噶啦，係咪先？咁啊，所以即係似乎我暫時都睇唔到咩新聞。咁啊，今日我哋中國民間就係燒炮仗慶祝噶嘛，咁啊慶祝安倍先生。死得好噶嘛，咁可能即系比較敏感啲，咁啊中國就唔派代表出席啦，都有呢個可能嘅。咁啊，始終即係中國啊，14亿人咁啊，始終有啲即係害群之馬，冇乜辦法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中共嘅即係領導層啊嘛，係即係理性啊嘛，咁啊始終可能即係日本都叫做一個即係。咁近嘅國家都係一個友好嘅關係，咁啊，係啊，中國外交部同埋呢個新聞聯播都正式有講呢、這個即係習近平同埋李克強都係有發，即係有聯絡日本嗰邊咧，就表示哀悼嘅。咁所以咧，有啲香港港台藝人啦、啊，咁都表示哀悼咧，就俾人話漢奸啦、啊。咁我唔知嗰啲小粉紅係即係係咪高級黑定唔知咩咩咩咩紅低級紅高級黑啊？你係咪指桑罵槐話我哋嘅習大大同埋李克強總理係漢奸咧？即係大家講要小心啲啊！即係點都唔可以即係播呢個可惜不是你呢首歌啦！即係因為台灣呢啲啊唔係呢個馬來西亞嘅歌手嘅歌喺台灣發展嘅話咧，梁靜茹咧就一定唔可以聽呢啲歌，因為即係點解無端端安倍死你會即係咁多歌唔聽要聽可惜不是你嘅咧？即係我都唔好明係咪先？咁多萬首歌係咪先？即係冇理由聽呢首歌，即係完全係冇意思啊！即係完全都馬牛不相及咁啊！所以今晚我哋又會一定會講一講安倍啦。咁我喺我星期二嘅節目就即係叫做簡單評一評，究竟即係安倍嘅經濟學呢三支箭，即係其實我見證住曬成個即係嘅發展，因為嗰時我覺得。嗰時我畢咗業嘅，即係安倍即係上台嗰時候，咁啊見到哇個 yen 係可以碌碌咁勁，即係今年 first half 已經碌得勁噶啦，即係開始到到佢個即係好大機會係會即係勝任做首相嘅時候，已經見到個哇個 yen 係不斷咁由80几碌到去120几，咁嗰時我都已經覺得哇，其實就算你係做投資，你唔可以完全唔理政治，因為正正個 yen 咁樣行，就係因為安倍講咗個政策，佢就會行即係弱一個弱嘅日本元嘅方向，同埋做一個量寬。咁所以即係哇，我見證住哇，原來係一個外匯行單邊係可以行得咁恐怖嘅情況。
咁呢個都係嗰時已經係覺得大開眼界，完全係領會唔到。咁啊，再我哋又會講一講，即係頭先我講斯里蘭卡啦，又會講即係 Twitter 又開始即係告 Elon Musk 就話逼佢一定要結婚啦。人哋都話見到你厭啊，厭啊，你可能唔係處女，咁人哋咪唔娶你咯。啊，咁啊，跟住又要逼人哋娶你，真係乜嘢道理咧？我就覺得好搞笑。咁啊，再加埋就係一啲散打嘅新聞啦，咁啊，同埋英國嘅政治其實都可以 update 翻。咁啊，啱啱其實即係上同日啦，就係即係已經係已經開始咗嗰、那個即係輪選呢個新任首相嘅一個過程。咁啊，本身就即係呢位光頭佬咧，就係即係。呢、這個賈偉德啦，我特登揾咗明報咧，就已經係譯曬所有名啦，咁啊，所以唔會搞錯啦。因為好鬼難記個中文名，即係佢哋本身已經好勁啦，即係有個靠近即係似中文名嘅中文名咧，已經係好勁噶啦。坦白講，因為你見到拜登冇人姓拜噶嘛，或者其實冇人姓拜登噶嘛，咁啊，但係佢哋其實大部分咧個名咧，其實我真係覺得幾有詩意喎，即係其實都係改得幾好，因為新偉成咁。喂，個新即叫做都新氣質，都有人姓新啊嘛，啱唔啱先？賈偉德咁樣，即係有人姓賈啊嘛，卓偉斯都有人姓。咁其實我覺得係真係譯得好啲喎，唔會鳩作嗰啲咧。Haagen-Dazs 咧就哈根迪斯咁樣，屌冇意思噶嘛，啱唔啱先？British and that 咁樣你咁譯嚟，咁啊，所以咧即係其實我啊真係不得不讚，即係喺英國即係有啲係。漢學嘅專家或者一啲做即係翻譯嘅人員咧，其實改啲名咧，其實就算嗰位唔係首相，因為佢係即係重要嘅PM 或者一個 minister 嘅話咧，都會幫佢改咗個中文名，而係比較接近啲即係中文。咁啊我覺得咧，即係今次就係入咗嚟，即係第一 round fold 咗咧，就係Sajid Javid。咁啊，本身就係大家記得啦，佢係前任嘅呢、這個衛生大臣啦，咁啊，但系因為反骨啦，同呢個財相一齊就即係辭職，咁啊呢個就第一個 fail 嘅，咁啊原因就好大機會就係有啲連登仔咧就話哦，因為佢係巴基斯坦移民英國，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又係啲 PM 冇咁中意啲新移民啊，或者啲少數族裔，咁呢個我覺得完全又係唔 make sense， 因為即係有其他嘅成員即係繼續入去再輪選嘅話咧，其實都未必係完全土生土長，或者成個 family tree 咧都係即係英國本地人，因為你見到做呢啲 ministers 上次啦，阿 K O 或者阿 John 都會講哇。其實都幾多人唔係即係一個傳統嘅白人嚟嘅喎，咁其實大裏邊嚟講，其實都係幾受呢啲咁嘅人。咁啊，本身個財長咧就即係原來即係我再睇翻佢，其實都大名鼎鼎嘅喎，因為即係佢其中都係一位即係最有錢嘅一個 MP 嚟。咁啊，佢同佢太太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印度著名 IT 企業家嘅女，即係可以想象係馬雲嘅女啊，或者即係馬化騰嘅女咧。咁你即係證明咗係幾有錢啦。咁所以即係佢兩個人身家7.3亿英镑，就算依家即係跌破咗1:10啊，1:9啊，都少過 KO 同埋即係雷總少少啦。咁啊，所以佢哋兩位即係都係非常之即係做財商咧，其實都係非常之有錢啊！咁啊，但係同埋即係睇唔出喎，你睇佢咁嘅樣咧，42岁真係完全唔知喎。右邊呢位喎，咁啊，其實個樣都睇落去都正正，咁但係即係佢啲 slogan 咧，即係參選 slogan 就話即係要降低翻個即係通脹嘅情況啦，喺英國同埋即係可能要減翻税等等成。屌，我聽到呢啲真係 bullshit 啦！你本身你接上，咁你嗰時點解唔做咧？點解你要去係？PM 你先做到呢、這個完全係唔 make sense， 坦白講。同埋啲人即係你知啦，一大選嘅時候咧，即係啲醜陋嘅嘢咧，啲消息咧就會傳出嚟。咁啊，就播翻呢個新偉成，即係之後之前啊，即係譬如細個啲，可能係大學或者即係比較 young 啲20几岁嘅時候咧，即係講翻一啲好離地嘅嘢，譬如話哦，我身邊啲人咧都係即係好有錢啊，社會地位比較高啲，譬如雷總啊。冇呢啲，譬如好似贫民窟喺平石村长大嘅 Eddie 啊，呢啲就我冇呢啲朋友。哇，系讲啲好离地嘅嘢。咁啊，你都知道百物腾贵，即系通胀有几恐怖啦。有啲蓝媒系话，即系
一個牛油成80蚊噶嘛港幣，咁啊，雖然我本身都係啱啱買完嗰嚿牛油，我心諗我其實幾 sensitive 啲價錢，我心諗我無聊咁撚戇鳩買咗嚿牛油80蚊，我自己唔知啊。咁原來嗰嚿牛油咧係 per kg 就係80蚊，如果盒啊可能係200-300 gram 嘅啫，即係有啲嘢想即係我都同阿雷總拗過，我話即係英國嘅係有幾貴。但是就冇貴到咁恐怖，一嚿牛油都80蚊咧，咁我就覺得即係我都應該要翻翻嚟香港噶啦。咁啊，但係就冇咁誇嘅，但係即係當然都係貴。喂，一啲我講到牛油咧，即係我都想了解一下咧。老實講，喺一個英國普通家庭嚟講嘅話，你買一嚿1 kg 嘅牛油。怎樣用法啊，大佬？點食啊？食好耐喎！真係太誇張啊！買真係唔係嗰個係嗰、那個係講緊嗰樣嘢係佢唔係話要買一個 kg 嘅牛油，佢係個 tag 裏邊啦，佢會話俾你聽，因為佢想話翻俾你聽平均 per kg 係幾錢，咁所以佢話翻俾你聽，化做每呢個品牌乜係幾多錢？呢個 loop pack。就是多少錢，咁話翻俾你聽，一個統一嘅一個導行量，一個單位話俾你聽。哦 ，OK，OK， 嗯，唔係要買一 kg， 嗰例你下邊見到呢度就74.7磅士一百 g， 呢個牌子就攞7 pence per 一百 g， 九公，即係話到俾你聽，每一百 g 呢個嘅商品係幾多錢，咁衡量翻，你覺得呢個係咪性價比高？咁所以。系，千祈唔好即系断章取义啦，即系我就好憎。咁啊，新伟成就暂时系攞到最多，即系第一 round 嘅话咧，就攞到最多嘅MP 嘅一啲支持投票嘅。咁啊 ，Sajita Vid， 我头先就讲啦，就系即系离开咗。咁因为佢唔够票数。咁啊 ，Liz Truss 咧就呢家外相。咁其实 Liz Truss 咧都系我几中意一个候选人嚟，因为佢对香港嘅支持咧都系。成日都係發聲，都係非常之好，同埋佢都係一個幾即係幾 integrity 幾高嘅一位即係 MP 嚟。咁啊Nadeem Shafi 咧就係即係上次即係本身我就話佢本身係做咗財商，但係跟住隔咗一日之後咧就跟住倒戈翻就叫 Boris Johnson 去辭職。咁佢本身嗰個 background 幾得意喎，就其實喺伊拉克巴格達嗰度出身。其實薩達姆嗰時掌權嗰時候咧，佢11歲嗰時候咧就逃離就去咗英國，咁所以其實成個英國咧都一個文化嘅熔爐，其實都係唔同嘅人種咧都嚟英國發展，其實都幾厲害。咁Andy，你俾我 share 一個，不如我 share 一個圖咧，我覺得佢做得幾好，係啊，你 enable 我 share screen 先。好。就呢、這個。咁咧，呢個就係睇翻而家 Rishi Sunak 佢咧就係56個 PM 已經係 publicly 咁支持咗啦。咁第二咧就係 Penny Mordaunt 啦 ，Penny Mordaunt 咧就係32個。咁啊 ，Liz Truss 咧就26個啦。咁啊，仲有個黑馬喎，呢個 Cammy Bandinot 啊，係一個黑人裔，即係非裔嘅女性嚟嘅。咁啊，仲有跟住上一次講過啦，呢、這個就 Tom Trugendahl 就係嗰個軍佬背景嗰個啦，係啊，咁其他就都係比較平均少少。咁啊，你 keep 住呢個 share screen 先，咁啊，即係因為呢個 FT 係做到好噶嘛，唔該曬 Ko share。咁啊，我就比較支持 Liz Truss 同埋即係董勤達，因為喺呢、這個即係亂世嘅時間，有個軍佬可能都會即係比較可以即係四平八穩地可以即係。可以令到整個即係國家係比較統治得好啲，咁但係董勤達唯一一個最輸蝕就係佢未做過四大嘅 ministers。喺英國傳統嘅政治裏邊嚟講咧，過去差唔多100年未試過有個 MP， 未試過個 PM 咧係完全未做過一個四大嘅 ministers， 包括外相啊、內相啊、財相啊等等成。如果未做過是很少，因為你又沒有行政經驗，其實是很舒適。所以即如果今次是董勤達是有機會即任命了做一個 MP 的話，我是非常之 surprised。 但是即感情上是想支持他，但是在英國的政治其實是很保守，不像美國。美國可能是即他之前是做過即一個
其他嘅州長或者咁成冇一個行政嘅經驗，但其實佢都有機會係可以做嗰個總統。咁但係喺英國裏邊個政治咧非常之保守，係好難做得到。咁不斷咁篩噶啦，咁即係呢家有八個啦，咁啊一 round 咁樣篩，咁同埋要攞嘅即係呢個 PM 啊 sorry MP 嘅票數咧嘅門檻又高咗，咁啊去到最後篩剩兩個嘅話咧，咁就會係即係全體做咗三個月或以上嘅一個保守黨嘅成員咧，就有權去投票。咁係可以即係説動咁樣去投票啦。咁啊，所以大約九月到咧，就會有個消息知道邊個係一個即係 PM 啊。咁所以 Johnson 咧就會做 PM 做到九月初到咯。咁比較大機會嘅話咧，就應該 Rishi Sunak 即係上一新委城咧，就係有機會即係入到去最 final round 啦。咁但係即係睇下另一個對手啦。如果是 Jeremy Hunt 咧，咁啊大鑊啦，咁啊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因為我上次講過 Jeremy Hunt 咧就有少少麥康奈爾嘅 feel， 即係你佢個太太咧有一個即係中國人，咁啊所以有啲即係如果係反對紅貓派嘅人咧就會比較 questionable 究竟 Jeremy Hunt 係點，同埋即係其實呢家保守黨都非常之四分五裂，因為你本身呢家政策係行緊個 Brexit 嘅政策，咁有啲嘅呢啲候選人咧未必係一個即係。Blister 嚟嘅，係有啲係 Remainer 嚟。咁如果 Remainer 再繼續要行翻 Blister 嘅政策，其實係幾尷尬。咁嗰時 Theresa May 都係一個 Remainer， 咁所以就係會可能有啲政策上係有啲咁啊。同埋最後即係都時間差唔多啦呢一節。咁啊，最後就係我想講，依家喺 MP 裏邊嘅選擇，同埋到時候保守黨成員即係比較多一啲即係貼地嘅人去選擇嘅時候，他們的選擇可能跟 MP 是很不同， MP 的選擇怎麼樣繼續支持他的話呢，很多時候都說 John 你的麥克風，因為你的麥克風收音很厲害，所以你一碰呢台面的東西那個雜音都 很厲害，這麼誇張啊？是啊， 你如果不說話的時候可能最好瞄了他，如果不然可能雜音比較厲害OK， 呢個麥克風收得好，咁但係即係好犀利喎！真係你掂任何台面嘅嘢，我哋都聽到。咁緊要啊？OK， 咁啊，即係最後一句啦。咁啊，所以即係本身即係保守黨嘅成員、貼地啲嗰啲成員咧，佢可能同 MP 嗰個即係選擇係有啲唔同。咁因為 MP 就會話：喂，你做咗 PM 之後，你會唔會委任我做啲咩嘅成員啊？咁可能係有個政治一個 bargaining 喺度。咁但係依家咧就即係要拭目以待，究竟係之後佢哋點選擇啊？咁啊，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節翻嚟就講個市況啦，跟住就即係再講其他議題。